大家好，这个就是礼拜天的场地，我们在这边啊 ，make sure everything is okay。So 当天你来到这边呢，你会经过这个大门。其实你从 car park 呢是从上面上来啦，就是 ground floor。你上来这边呢，你看到这边我们的 registration counter 就在这边。So 当天呢，你 register 我们就给你这个1方的 goodie bag。goodie bag 里面呢，最主要的是有这个课本啊，不是课本啊，是个记事本。就是昨天我有说个做一个快拍有显示啦。So 我在课程里面所用的 slide 有超过有30%-40%是在这边的，所以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，只是这边都已经很丰富了，另外还有很多的。然后这本是另外我们送的，就是去年 EasyFit 减肥的一个 notebook， 也有些 notes 你可以用的，这个我们另外送的，所以有2本，还有这一台机，这个是 Meta Medical， so Meta Medical 当天会在那边。就是有，如果你要按 CGM 那个动态血糖仪的话呢，他们都会在那个角落这边的。然后这个是每一个初期者都有的，这个是一般像我们低血糖那种水机，不过这个可以验尿酸的。我这边我们有送25条这个验血糖的，然后尿酸的你要另外买。所以如果你要当场买的 ，Meta Medical 都会在那边。所以你 register 完，你安装了 CGM， 你可以入会场，会场给你一个概念怎么样啊？真的是很堂皇、很美的、很舒适。所以这个就是会场。OK。所以我们的 screen 就在中间，然后因为估计是有暂时有70-80个人啊，这边可以坐200个人啊，我们不会坐到这样多，你们给我坐松一点点。所以你们就是中间这边啊，就比较好看。所以礼拜天见。